朋友，今年经济人员继续上升，所以昨天那一节我们很多已经卖了，就是面粉比面包贵，面粉比面包贵的意思就是材料不止，因为这些我都选择性的卖废金了，这是，然后这个绝对废金都不止这个价钱，那这个22K 42克这么多钻石。三卡拉五卡拉才3900，准备卖废金了，因为这个22K 各位亲，22K 3900已经可以卖废金了啊，就有时候卖了挺可惜，所以先播一播啊，没卖就马上卖废金了，昨天已经有些朋友迟了一步了，对，那这个钻石一卡拉35 9.8克才990，就是送钻石的价钱了，对，这个都很超值的，所以大家赶紧那个 OK 准备可以卖废金的价钱的一卡拉多的钻石都是，这个也是拆开不止750的，反正我就按照金这些金子拆开不止750，现在都不是正常的买卖了的，这个14K 21克2880也是，如果你要正常这种很贵的，因为这种2880，这个你要放一个对的 ，OK。如果正常，你要定这个5000块定不到，5000块都定不到。然后这个37克14K 才2999，这个完全是废金价了，低于废金价。这么好的艺术品卖掉有点可惜啊。然后这个14K， 这个也是本来有一个可能，680.5克，你可以放一个什么东西在里面的，你看都是金，这些都可以卖金的了 ，OK， 这些播完就是很多，我不是说100%，就大部分可以卖金了。那这个钻石一卡拉14K 6.6克，就660了 ，OK， 660了，你看这么多这么大才660，真的面粉比面包贵，准备卖金，所以这些就不用播太慢了，因为这个完全可以卖废金啊。那这个也是19克1800好了，对，这个完全可以卖废金了，真的太超值了，对，因为昨天通你在那边滴滴滴滴滴，因为我们卖废金的，他我要把钻石敲开留下钻石，然后卖废金，这个完全可以卖废金的。然后像这个珠扣做珍珠的3.7克650 14K 啊，居考我这些都1000多的买不到，那这个399 5.5克低于金戒 OK， 就是这些都可以卖金戒，就是播完我就交给通你卖金戒了，对，拿去卖废金了，对，播完等14，因为昨天有一个朋友他讲的是通你已经敲了钻石就没办法了，这个手续要快啊，14K 12.9克，这个1180，1180，对，这个也很好，对，都可以卖废金的了啊，所以要快啊，这个799 14K 8.9克，你看这个也是可以卖废金了啊。这个如果 setting 你要对的 setting， 不过呀这些 setting 我们有很多，那这个绝对卖废金，8.2克14K 499本身就已经低于金戒，还送钻石699 6.5克，你看钻石跟红蓝绿宝，这个也是2880 26.5克项链，那就2600吧，2600，因为准备卖废金就索性那个了啊，2600，哇，这么多钻石，款式也很好，面粉比面包贵啊，就是现在是卖废金的时候，这999，你看7.8克钻石2卡拉。这个
18K 11.8钻石一卡拉 Topaz 四卡拉，哎呀这个1180好了，就是也是低于费金界了，费金界，哎这个也399 14K 四克，这个也可以卖费金了。对对，我每次播完就把这些要卖的交给 Tony， 然后他就晚上在这里敲敲敲敲敲3300 OK， 这个22K 38克，这个也可以卖费金了，金很多，完全可以卖费金了。这个就55.9克，哦5.7克，就570吧，570就送珍珠送钻石了啊。你看这个都很超值，14K 5.8克。5.8克，这个就950，这里三卡拉钻石都是太超值，三卡拉钻石，那这个也是一个 setting 就配的对，450.2克，450，因为你买 setting 是很贵很贵的，非常贵的。好，对，但有兴趣要手快，因为有些那这些本来现在要涨了到65块一克，现在还是60块一克好了，这个60块一克 OK， 仅挑了几条出来，60块一克也是可以卖费金界了，这个60块一克素的素的这个965540素的金啊，金子9.9克，现在去批发都要这个价钱了，所以可以卖费金的价，9.9×6 ，OK。现在我们卖一克都68块一克了，对，11.162，我就挑几条出来，60块一克，赶紧，3.7克×60，5克×60就300块。从历史的长河来讲，金子肯定涨的 ，OK， 不断的。就是看有时候涨得快，有时候涨得慢。100年前的金才19块一盎司，4.6克，7.7克，7.7×60 ，OK， 挑了这几条，60块一克，60块就素的，没有那个，没有金啊，这个有金有钻石，都是很超值。反正我就挑一些，再通你去，卖费金了 ，OK。好，手要快啊，手快有，手慢没有 ，OK。因为这些，通你敲得很快的，他马上把它敲掉就没有了。好，谢谢。昨天就有朋友，慢了一步了。对，有兴趣朋友请尽快接微信订阅频道，谢谢大家。